守住我想要守住的人，把对手最强那一个人压力下得分。领航员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嘛，打团队球不放弃。我蛮喜欢看一个女生在运动，因为自己是运动出来的，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失落的时候，我希望有一个人静静陪在旁边，这样就是最好的时候。